是求通过下列两点的直线方程式。好，要求直线方程式，我们先要有斜率，斜率的话就是三加三二减四等于六分之负二，三分之负一。斜率三分之负一的话，方程式是 s 加三 y。好，我们随便带一个 a、b 两点，其中一个，我们带 a 点三二等于三加六等于九。好，我们整理一下 s 加三 y。减九等于零。第二小题，我们先把斜率求出来，负五减七，四减四，所以等于负十二分之零。那我们由斜率的公式 b 分之负 a 可以知道 ，y 是等于四的。